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进入这本书的第二章了，请大家翻到我们第四页，第二章元音，在第四页写的 vowels，也就是英文讲元音叫 vowels。好了，元音又称呢，我们讲的母音，所有元音的发音呢，都需要张嘴。 震动声带啊，你把这声带要震动。几乎所有的英文字啊，都有这种元音，没有元音的发不出声音出来的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元音是构成英文字发音的基本元素啊。所以呢，一定要把这元音呢弄得很清楚。元音一共几个呢？一共有二十四个，是不是要把它背下来？ 不需要管他几个，我只要呢，这个元音符号一出现，我会念，那就是才是真正厉害的。那么元音呢，其实它的涵盖啊，是当我们的嘴巴哈，从扁扁的，然后慢慢慢慢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最后就把它缩起来，整个这个之间的音域把它切割，就变成我们二十四个元音。 大家可能听不太懂，你看我这样开始念了，y a 整个 yao 之间把它切开的时候，那你就会发觉，i，a，a，a，啊，这些呀你可以看到我才念到那个地步。 就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情。原来原因呢？它无需要靠嘴唇闭起来，牙齿呢合起来，舌头吐出来，无需要这样的嘴唇的一些变化，自动的震动，自然的震动你的声带，然后开始发音，从扁扁的音“呀”，然后再慢慢收尾，整个音域。 就叫做元音。如果你一不小心碰了嘴唇，噗，那这就叫做辅音。不，这都叫做辅音。z，舌头吐出来都叫做辅音。所以，我们把元音跟辅音先做一个初步的介绍。直接来看第四页，虽然还,还没有一项一项来教。 但既然出现了，我要把它念出来。可以的话，跟着样念一下。咦、e,，第一个咦，e, 第二个 it it、e, 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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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较短一点啊，it it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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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第四个。 接下来像蝴蝶一样的那个念成啊啊，你的下巴往下坠，嘴型呢更宽啊啊啊啊，接下来 r r，、啊啊啊接,啊啊啊啊、接下来是 all all all。哦哦哦啊 r，i，i，o，o，第一行倒数第二个，u，u，第一行最后一个比较难念，e，e，很多人念成 w，那是不对的。像我们学过的，good。 就是英文字啊，G O O D，念成 Good，Good，good, 那个 O，O，Good，、呃呃、很多人只念成 U，、呃、叫 Good，Good，不对，不是这么发音，O，O，Good，Good，Book，Book，、呃呃、book, 书也是这样的发音的，B O O K，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会逐项来教。 只先让大家看，所以急不得，慢慢来。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行，第一个，or，or，or, 第二个，二、啊，二、啊，肚子饿、啊、的饿、啊，第三个，一样的发音，二、啊，二、啊，我们比较强的音，我们用第二个二、啊，第三个是比较弱的音，二、啊，什么是使用这个二？啊 比较强的音的符号，什么使用比较弱的符号呢？弱的音的符号呃，在这我们并不说，以后碰到你马上就会懂的。接下来第四个二二、呃呃，第五个也是二二、呃呃，但这第四个是在强音的时候，我们用这个符号二、呃，弱音的时候用第五个符号。 二二，它也有所谓强音跟弱音的区别，但发出来的声音是完全一样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六个 i i，接下来第七个 ow o 接下来看 air air，接下来倒数第三个 ear ear。 有卷舌的，那么倒数第二个不卷舌的，ear，ear，ear 有卷舌的是 ear，ear，ear 没卷舌的就是倒数第二个 ear，ear，ear 那么最后一个 ear，ear，ear 不卷舌的，啊、呃，ear，ear，所以大致。 给大家看，它是这个样子，但一时是记不起来的，所以就无所谓。